跑车基本上都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孤单，犯困时没人聊天也危险，怎么办？他帮你办，乘龙 HK。开车犯困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这辆乘龙 HK 搭载驾驶员疲劳检测和座椅震动提醒功能，时刻提醒你不要疲劳驾驶。而且它还带前碰撞预警、车道偏离预警、360度高清全景摄像头、集成全景图像和视频录像、盲区监测功能，这些功能集合起来就像一位自带的观察员，帮你眼观八方，让危险无处遁形。开车路上很无聊，它能帮你解决。乘龙 HK 搭载12+12.8寸超级娱乐大屏，功能特别丰富，操作顺滑。它更贴心的是可以为你提供智能化数据以及预见性维护、油耗报告、驾驶行为评价、可视化运营报告、一键报修、可视化服务，就像一位小管家随时随地的为你服务。它是你一路上来的好兄弟，也是你贴心周到的好管家。你最喜欢它哪个功能呢？我们评论区聊一聊吧。